哎呀，谢谢佳敏的飞机儿，哎呀，感谢佳敏的飞机儿啊，谢谢谢谢。佳敏的飞机儿不太亲切，我记得这，谢谢佳敏的大火箭，谢谢佳敏的火箭，非常感谢。对味儿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打个什么？打个腰子啊！哎哎，晕走！平 A。晕，平没走。出招吧！跳上来 A 一下，哎呀，让他砸了。把他们也算上。这腰的这个攻击距离呀、啊，真的是很奇怪。去野区瞅眼的剑圣。打挺慢的，这剑圣。剑圣是术士吧？可能。啊、哦，他是术山来的。哇，重锤！剑圣去打石头赢了，这玩意儿不太好杀呀。现在该我了。为什么会有音乐声啊？我说的嘛，我这怎么外面放音乐呢？来把多兰剑。不是不少不好杀，压根就打不住。那这个你得看在哪，那塔下肯定打不过他，那出塔他肯定不好使。看招，锤重锤开 E。晕走，严阵以待。锤重锤死了，交闪，好闪。他不交闪，我们不交跳啊。U 降谱 ，A 降谱。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这波线不推，放在这里。银河战舰多少钱？我看看啊，我不是瞧不起你，你先送个飞机儿。咱再考虑银河战舰的问题，行不行？哎呦我操，好厉害！哎呀，这小兵啊，我服了！哎，真的，刚才那一波其实不应该打不过他的，你知道吧？
因为首先他嘲讽用掉了，我们满城征服者，什么原因导致没打赢他？严阵以待，我不太清楚，可能是小兵太多了。正常打得破腰子没有啥虚区，平 A 都没伤害呢，英雄。没走掉，让小兵给我 A 死了，拉了两个强化 Q， 他强不强化 Q 他也不应该锤这个赢我。没想到啊，我又回来了。这么猥琐了呢？这不是你性格呀！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！哎呀！让他下去，我们不管，因为反正都打不过了，让他下去。啊？呀，他还能回来？我操！换技能了，这波回来我没想到，给我来了一波鬼速妖姬，这叫什么？目光之姬。鬼速腰子，嗯，可以，鬼速腰子，多少钱呢？破败，那破败我老找不着那点装备，再见。2300，差的钱有点多呀，差的直接回家了。反正他也推线，他也推的慢。没想到，走了，出门了。下路狂送，没事，剑圣别起来就行，没关系。这早晚有机会的。你俩不把这婉豪给杀了，那拉克斯刚咋不放大呢？马上破败。他们家辅助一个打俩呀！严阵以待，我服了。嗯，那怎么能让人一个打俩了呢？
这回你不能鬼宿腰着了吧？你不能的话，我可退了啊！没想到吧，鬼又回来了。我觉得他们家这个剑圣可能会来啊。溜一手，哎我操，人有点多呀，这怎么这么多人啊？两个就算了呗。没让我动，我技能没放出来。先来个这个，把这卖了，再来个这个。出招吧！对，把这嘎里奥杀了，多管闲事儿，闲得够呛。跑上来了还，把他们也算上。他腰着为啥不走啊？他们也算上。不能再打了，人还挺多。那嘎里奥没死啊？他死了怎么能？看招！你他妈要干什么？到底你有病是吧？我操！今天我不把你给打死，真的这嘎里奥！你别走啊！你别走！那腰子不是有大吗？行，你别走啊！今天谁走谁就是孙子。打人确实有点疼，我是孙子还不行吗？小伙子，我先升个级，你等着，我去打个蛤蟆去。严阵以待。你再等着，我去吃口屎。你看这人是真多呀。他俩挺恶心的，你知道吧？我杀那嘎里奥，哎，让我跳下。我杀那嘎里奥啊，那腰子就放大；我杀那腰子，那嘎里奥就放大。这俩人他妈跟我玩接力赛。我们一个人有点干不过这两个人。把他们也算上。我又找你来了，小伙子，你怎么了？我请问你这波该怎么办？算了，点燃一下子吧。哎呀，真能跑，跑得有那么快吗？
敢单呢。接我一下子，人有点多，后边有个板豪，算了吧。这人咋这么多？这哈里奥挺烦人呢。我被收割了，看你们的了，把剑圣杀了。哎，漂亮，全死！我们一波祭天，直接全死！拿下，兄弟们，给我拿下！有的时候啊，上单确实得担负着这种任务，这种上去卖的重业，知道吗？没有我们的卖，这波就没有队友的赢。下路收兵吧。虽然我们的死不会有人所记得，因为我们的死团战打赢了也不会有人记得，但是我们依然要这样做。严阵以待。我把下路拆了吧。对面中单89刀，上单66刀。真是烦死了！怎么又是你呀、啊？你真的好烦呀、啊！好讨厌啊！把多兰剑卖了。要我说，别打了吧，少个人呢。等我6秒，等我5秒活吧，行不行？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我两件装备打波团应该没啥问题。你干啥来了？哎，别杀他，别杀他，漂亮，别杀他，这全死。我操！杀 ADC 奥纳夫。我操，这能没打过啊？我佛了。哎，关键给我秒了，没杀我就好了，没杀我，我给他们全杀了。这波怎么能没打过呢？那晚豪白送 ADC 往人群里边冲都打不死，我的天。还是有点脆，以我们的装备啊，现在跟他们打团战还是差点意思。单带去
阵一带。他没 R， 你这波他妈 R 就能没好呢？没想到吧？没关系，回来了，来来。有点烦人，有点烦人。那里头很明显是有眼的，你知道吗？走吧，剑圣杀疯了，这波可以打，我马上到。但是我一个前排那奥拉夫没大也不行啊，打大龙有点过分了，打大龙稍微有点过分，我说实话，我扑克扑克嘞，来是我们打，我这打团薛微得往后拉一拉，老集火我一整吧，集火就死了，太废了呀。我红打了看看啊，没有红，严阵，我可能得要个钉了，把这卖了，买个钉。已经很少没有人能逼我出钉了，这个嘎里奥跟这个腰子这两个人吧配合的不错，我得要个钉，控制太多，你应该不会被单杀吧，哎，小龙打了，应该让他腰着飞下来的，但经过上一波啊，我有点不敢让他们飞了，我说实话，这 AD 我估计不能走，我操，叮，我跑，剑圣交闪了，可以接受啊，奥达夫给我杀剑圣，漂亮，杀嘎里奥，那两个废人连点虚区都没有，我打死他俩，哎，这还得换了，晚豪活了，哎，死了，这是自己给自己打死了吗？
那不用E好了，用E干什么玩意儿？吸血呀。泄愤呢，这是。要红，给你吧。严阵以待，下路推。搁这打蛤蟆，我打你三郎！退下喽，不管他们，直接退塔。你咋的呀？你给我摁他！刚才就摁着嘎里奥就完，他没有杀漏，这边不摁他。哎呀，当然啊，咱也不能要求这个意思有多好。这抱过来啥意思？这有什么意义呢？剑圣也是不想好了，这剑圣啊，先把那塔给我拔了来。跑！你他妈跑！今天我那你跑了，个小犊子！滚！没助攻。哎呀，脑袋有点缺氧。哎呀，